实验五，高度决定态度。这样的画面你在音乐会中可能很少见到，因为它总是在演出之前就必须准备完成。20公分、40公分、60公分，这些数字跟音乐实验会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实验就是关于它舞台的升降高度。接下来我们将亲耳见证究竟高度是否会影响演奏时的态度与结果。这是柴可夫斯基著名的芭蕾舞曲《天鹅湖》，听起来相当悦耳动听。没有高度，乐团似乎不受影响吗？如果把舞台升回指定的高度，又会如何呢？来听听看两者之间有何不同。舞台高度升高会缩短与天花板之间的距离，使空气密度变大，声音的力度也会增强，演出时的音响效果也就随之改变了。音乐厅就像是音乐家们的战场，如何在每一个战场打赢漂亮的胜仗，高度也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。